不能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然都得死。不行，要把一起跑。叶心，你听我说好吗？鲨鱼融合蚯蚓的基因以后，可以陆行表皮，坚不可摧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它的体内也发生了改变，蚯蚓的腔体只有胶原纤维形成的一层表皮膜，十分脆弱。如果把榴弹射进它的嘴里，就一定可以杀了它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送我。听我的，快走，走啊！ 酒吗？
老板，安全。叶欣，没事吧？来，快起来。 果然没有看错你们，钱老板，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们走了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松叶，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？ 是养鲨鱼的，你们这些老板的事情，我哪儿懂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有的别人没有，你懂的别人不懂，这就是价值。如果我。 这个东西做成生物武器，是不是更有价值？绝对不行！我们当时研究它，是为了救更多的人，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杀人武器。其制药也是为了赚钱，搞生物武器也是为了赚钱。 我当然选择更有价值的。好，那就让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伙。
出。在刷账啊！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，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。Ugh!